你的情况很严重，你不能再拖了。如果能有多一点时间陪着你就好了。加油哦，好吗？这是我们的故事，曾经紧靠，也曾经分离。那些已经缺席的剧情，错过了，就让它过去。虽然我们曾迷失。
是我们的故事，曾经紧靠也曾经分离，那些已经缺席的剧情错过了就让它过去，虽然我们曾迷失，依然重复上演着甜蜜，已经没有余力说放弃，谢谢你。